这个人去那边到底帮我们中华民国争取了什么？从蔡英文上台到现在，我们的渔权到底谈了没有？我们其他跟日本之间的相关的东西谈了没有？我们的贸易逆差缩减了没有？全部都没谈。那请问一下，我们叫这个代表，我跟叫一条狗去有什么差别？我叫一条狗去，搞不好哎，增进我们国民外交，因为人家觉得我们台湾人的狗很可爱。叫个谢长廷去，请问一下，到底好在哪里？长得也没狗好看，对不对？那我真的不知道，但你叫谢长廷到底去干什么？因为这个人每天就在出卖台湾的利益嘛。日本人可能真的会喜欢他胜过喜欢狗，因为这个人每天在帮我送礼啊，把台湾人都不断的无条件的奉送给日本大哥哥，日本人高兴得来不及，所以日本人大概会非常支持向你继续留任。可是问题是，这个人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到底有什么好处？每天都在帮日本人讲话，然后从来不争取台湾人的利益，然后我们的渔民去捕个鱼，他说每一个都要报备。请问一下，你到底是日本驻台湾大使还是台湾驻日本大使？我都搞不太清楚，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有点角色错乱。